难道你也是狩猎队？在塔楼上。哇哇！暴龙不想战斗。可他还在生病。哇哇！好吧，我相信你，往上。进化领域开启。能量爆发，冰雹冲击，霸王龙形态转换，他发烧很严重，要赶紧降温。霸王龙，解决他吧，萨尔塔龙。就结束了，没意思。萨尔塔龙，带走他。什么？刚才的冰冻让霸王龙暂时退烧了。去吧，有意思。萨尔塔龙，冰雹冲击。决一胜负吧。烈焰龙牙斩，萨尔塔龙，可恶！你给我记住，霸王龙，快过来吃药。哇哇！霸王龙，你怎么了？哇！别吓我，快醒醒！霸王龙没事了，他是故意装的。哇哇哇！哇哇哇！这家伙居然敢骗我！别跑！